林雅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听到了敲门的声音。林雅，有黑影就过去了，不会有变态吧？这女生送的丢了好多内衣，小偷还没抓到呢。白小妍学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……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声音，学弟快上啊！等等，我去看看。是一只猫。那个，我先回宿舍了。哦，我也先回去吧。哎，林雅，你的锅。这女仆装扔掉好像有点可惜，但留下似乎又有点变态。